等等。今日开满雪白花蕊的树卡，闻到清芳的气味，听到大自然的声音，绝对是人生中的一大享受。这个在近500多丈堆积如山的所在，是伫第三顶街尾溪边的白族行车道。规大片白色花蕊目前正在盛开，花孔大约开了6-7成，已经花期将持续到3月中结束。这边的垂枝女贞，它的花期预计是在3月中旬的时候是一个最好的赏花期，那我们很欢迎大家都来这边赏花，然后欣赏一下这整个美丽的河川景象。小心三月四，堆积路顶渐渐盛开。不过周边的环境虽然有几间点点啊维护较清洁，但是却因为人为破坏，溪底会当看到粪扫甲废水，堆积路顶嘛，让捕草机啊碰甲受伤。所以大家看了都很无奈。我们也曾经就是会找时间在下午傍晚的时候就来捡，可是捡不胜捡，还是很多，所以还是要呼吁很多的游客或是这边的钓客，甚至于当地的居民来的时候，都能够自己随手把这些垃圾清掉拿走。除草机，哦，它的刀片，为了清除这个杂质哈。所以用非常用力之后就伤到树皮，啊，树皮又受到空气的霉菌啊感染，所以他在5年前啊就受伤很严重了。所以目前啊有一些已经在死亡中，啊，非常可惜。美好的环境就需要大家共同维护，制定爱护生态义工，都要希望大家会当随手扎扎粪扫。上重要嘛是要甲大家讲，堆积如顶雪白花蕊迷人的风采，花期将维持无久，所以想要欣赏这个美丽的景色，就一定要把握时间前来。记者王祖如传播道。